Hello，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装这个浪子七七十。What can the best mechanic in LS do for you? 100% guarantee. 后驱升级到满，刹车赛车级的，引擎升级到满，排气管。有钛金的椭圆形，用这个好了，椭圆形的好看。车灯的用这个套件，用全部颜色用黄金鱼好了。喷漆。日出橘啊，亮橘色好了，真的都橘色了，哈哈哈，换个不一样的好了，因为金属看起来比较不错哦。哦，纯金色也看起来 OK 啊，好高贵优雅的感觉哦。来个法师旅，侧裙，碳纤维的话可以。让下面看起来就是有那个底座，没有？原厂就没有，客制化，用客制化好了。导流板有低导流板、高导流板、尾翼，第二型的碳纤尾翼，搭配它这个车子的话。那个碳纤尾翼好了，那竞速级的就压低车子，变速箱用4万，涡轮5万块，车轮的话我就先改强化胎跟烧胎用什么颜色呢？先用白色好了，不行哦。哦，原来是白色，那黑色好了。哦，先这样。Hello，先骑回家喽。
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